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虽说第二义门，今观世间解劫之人，若不知其所劫之缘，我信是人中不能解。世尊，我及会中有学声闻，亦复如是，从无始制与诸无明，俱灭俱生，虽得如是多闻善根，名为出家。有隔日曰：唯愿大慈哀悯伦溺，今日身心云何是劫，从何明解，亦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，不落三有，作是语耳，普及大众五体投地，语类侨成，处佛如来无上开示。以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，亦为未来一切众生，为出世因作将来眼，以阎浮檀指金光手摩阿能顶，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未曾如来住世界者，各有宝光从其顶出，其光同时于彼世界，来指陀林观如来顶，是诸大众得未曾有。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，告阿难言：善哉阿难，汝欲识之俱生无明，使汝轮转生死劫根为汝六根，更无他物，汝复欲之无上菩提，令汝速证安乐，解脱寂静妙常，亦汝六根更非他物。阿难虽闻如是法音，心犹未明，稽首白佛：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，同是六根更非他物？佛告阿难：根尘同源，薄脱无异，色性虚妄，犹如空华。阿难，由尘发之，因根有相，相见无性，同于焦炉，是故与今之见立之，即无明本，知见无见，思即涅盘无漏真正，云何事中更容他物？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真性有为空，原生故如幻，无为无起灭，不实如空华，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异妄，又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，中间无实性，是故若焦炉，结解同所因，性凡无二路，与观焦中性，空有二俱非，迷悔即无明，法明便解脱，解劫因次第，六解一亦忘，根选择圆通，入流成正教，何那微细色，习气成薄流，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演，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不取无非幻，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？是名妙莲华，金刚王宝教，如幻三摩提，坛子超无学，此阿毗达摩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盘门。于是阿难及诸大众问佛如来无上慈悔，
子夜加陀，集有精盈，妙理清澈，心目开明，叹未曾有。阿难合掌顶礼白佛，我今闻佛无遮大悲，圣净妙常真实法句，心犹未达六解一忘。书结论次，为谁大慈，再问师会及与将来。师以法音，洗涤审究，即时如来于师子座，整列盘僧，念僧伽利，揽七宝几，引手于己，取劫波罗天所奉华根，于大众前玩成一劫。是阿难言，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推白佛言，此名为劫。于是如来玩蝶华根，又成一劫，重问阿难，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又白佛言，此亦名劫。如是轮次玩蝶华根，总成六劫，一一劫成，皆取手中所成之劫。持问阿难，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酬佛，此名为劫。佛告阿难，我初玩根，与名为劫，此蝶华根先实一条，第二第三，云何与曹复名为劫？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此宝蝶华七即成根，虽本一体，如我思维，如来一玩得一劫名，若百玩成，终名百劫，何况此根只有六劫，终不至七，亦不停五。云何如来只许初时，第二第三不名为劫？佛告阿难，此宝华根，汝知此根原只一条，我六玩时，命有六劫，与审观察，根体是同，因劫有异，于二云何？初玩劫成，名为第一，如是乃至第六劫生，吾今欲将第六劫名成第一不，不也。世尊，六劫若全，施第六名，终非第一，终我力生尽其名变，如何令是六劫乱名？佛言，如是，六劫不同，循故本因，一根所造，令其杂乱，终不得成，则与六根亦复如是，不竟同宗，生不竟异。佛告阿难，汝必嫌此六劫不成，愿落一成，复云何得？阿难言，此劫若全，是非风起，于中自生此劫非彼，彼劫非此，如来今日若总解除，劫若不生，则无彼此，尚不明一，六云何成？佛言，六解一忘，亦复如是，由汝无此心性狂乱，知见妄法，法妄不识，路见法尘，如路目精，则有狂华，于暂精明，无因乱起，一切世间山河大地，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劳颠倒华相。阿难言，此劳同结，云何解除？如来以手，
将所结根牵制其左。问阿难言：如是解不？不也。世尊，船服以手偏牵右边。又问阿难：如是解不？不也。世尊，佛告阿难：吾今以手左右各牵，竟不能解，汝切方便，云何解成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于结心解即分散。佛告阿难：如是如是，若欲除结，当于结心。阿难，我说佛法从因缘生，非取世间和合粗相。如来法明世出世法，知其本因随所缘出，如是乃至行沙界外，一滴之雨，亦之投诉，现前种种从直击曲，谷白污缘皆了缘由。是故阿难，除汝心中选择六根，根结若除，尘相自灭，蛛网消亡，不真何待？阿难，吾今问汝，此结波罗根六结现前，同时解形，得同除不？不也。世尊，是结本已次第幻生，今日当须次第而解。六结同体，结不同时，则结解时，云何同除？佛言：六根解除，亦复如是。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，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，解脱法已，虚空不生，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。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，为各圆通，得无疑惑，一时合掌，顶礼相祝，而白佛言：我等今日身心皎然，快得无碍，虽服五之一六妄意，然犹未达圆通本根。世尊，我背飘零，即劫孤路，何心何虑，遇佛天伦，如失汝仪，忽遇慈母，若复因此际会道成，所得物言，还同本悟，则与未闻无有差别。为谁大悲？为我避嫌，成就如来最后开示，作是语耳。五体投地，退藏物机，欺佛冥寿。以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：汝等菩萨及阿罗汉，生我法中，得成无学。吾今问汝，最初发心五十八戒，谁为圆通？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骄尘那五比丘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：我在六院及于鸡园，观见如来最初成道，于佛音声，五明四帝。佛问比丘：我初清解，如来印我名阿若多，妙音密缘，我于音声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：如我所证，音声为上，优波尼沙陀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：我亦观佛最初成道，观不净相，
生大厌离，五诸色性，以从不净白骨微尘，归于虚空，空色而无，成无学道。如来印我名尼沙陀，尘色既尽，妙色勿缘，我从色相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色因为上，香严童子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，我时持佛宴悔清斋，见诸比丘烧审水香，香气直然来入鼻中，我观此气非木非空，非烟非火，去无所着，来无所从，由是易消，法明无漏。如来印我得香严号，尘气宿灭，妙香勿缘，我从香严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香严为上，若王若上二法王子，并在会中五百梵天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无此劫，为世良医，口中常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，名数凡有十万八千，如是色之苦作咸淡，今生等味，并诸和合区生变异，是冷是热，有毒无毒，色能骗之，性是如来，了之未性，非空非有，非即身心，非离身心，分别未因，从是开悟。蒙佛如来印我坤贵，若王若上二菩萨名，今于会中为法王子，因未觉名，伟登菩萨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未因为上，得陀婆罗，并其同伴十六开示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，于欲增时，随例入室，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尘，亦不洗体，中间安然，得无所有，宿习无忘，乃至今时从佛出家，令得无学，彼佛名我拔陀婆罗，妙足宣明，成佛止住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足因为上，摩诃迦叶及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于往劫于此界中，有佛出世，明日月灯，我得亲近，闻法修学，佛灭道后，供养舍利，燃灯烛明，以紫光金图佛形象，自已以来，世世生生，身上圆满紫金光聚，此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我眷属，同时发心，我观世间六尘变坏，唯以空寂修于灭尽，身心乃能度百千劫，又如坛子，我以空法成阿罗汉。世尊说我头陀为罪，妙法开明，消灭诸漏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法因为上，
阿那律陀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200佛言：我初出家，常落睡眠，如来呵我为畜生类，我闻佛呵，提泣自责，7日不眠，失其双目。世尊是我乐见，照明金刚三昧，我不因眼观见十方精真动然，如观掌果，如来印我成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旋见循缘，思为第一，周利盘特家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200佛言：我决众持，无多闻性，最初直佛，闻法出家，忆持如来一句伽陀，于100日，得前为后，得后为前。佛问我如，教我安居调出入息，我是观息，微细穷尽，生住意灭，诸行刹那，其心豁然，得大无碍，乃至流尽成阿罗汉。诸佛座下，因成无学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反色循空，思为第一，骄梵钵提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200佛言：我有口业，于过去劫轻弄沙门，世世生生有牛呵病，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，我得灭心入三摩地，观未知之非体非物，应念得超世间诸流，内脱身心，外围世界，远离三有，如鸟出笼，离垢消尘，法眼清净，成阿罗汉。如来亲印登无学道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还未旋之，思为第一，不灵伽婆初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200佛言：我初发心从佛入道，素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，乞食城中，心思法门，不觉路中毒辣相足，举身疼痛，我念有知，知此心痛，虽觉觉痛，觉清净心，无痛痛觉。我又思维，如是一身，宁有相教，涉念未久，身心忽空。37日中，诸漏虚尽，成阿罗汉。得亲印记，法明无学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顺觉为身，思为第一，须菩提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200佛言：我旷劫来心得无碍，自忆受生如恒河沙，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，如是乃至十方成空，亦令众生证得空性，梦如来法性觉真空，空性圆明，得阿罗汉，遁入如来宝明空海，同佛之见，因成无学，解脱性空，我为无上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尽，旋法归无思为第一，
舍利弗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二百佛言：我旷劫来，心见清净，如是受生如恒河沙，世出世间种种变化，一见则通，获无障碍。我于路中，逢迦叶多兄弟相续，宣说因缘，五心无滞，从佛出家，见觉明圆，得大无畏，成阿罗汉，为佛长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心见法光，光极之见，思为第一，普贤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二百佛言：我已曾与行沙，如来为法王子，十方如来，教其弟子菩萨根者，修普贤行，从我立名。世尊，我用心闻，分别众生所有之见，若于他方行沙界外，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，我于以时成六牙像，分身百千，皆至其处，终彼障心未得见我，我与其人暗中摩顶，拥护安慰，令其成就。佛问圆通，我说本因，心闻法名，分别自在，思为第一，宣陀罗难陀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二百佛言：我初出家从佛入道，虽具戒律，于三摩地，心常散动，未获无漏。世尊教我及拘痴罗观鼻端白，我初谛观经三七日，见鼻中气出入如烟，身心内明，缘动世界，片成虚静，犹如琉璃，烟香渐消，鼻色成白，心开漏尽，诸出入色化为光明，照十方界，得阿罗汉。世尊记我当得菩提。佛问圆通，我已消息色九法明，明圆灭漏，思为第一，富留那尼多罗尼子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二百佛言：我旷劫来，辩才无碍，宣说苦空，心达实相，如是乃至行沙，如来秘密法门，我于众中微妙开示，得无所谓。世尊知我有大辩才，以音声轮教我发扬，我于佛前坐佛转轮，因师子后成阿罗汉。世尊引我说法无上。佛问圆通，我以法音降伏魔怨，消灭诸漏，思为第一，优波离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二百佛言：我亲随佛如成出家，亲观如来六年勤苦，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制诸外道，解脱世间贪欲诸漏，成佛教解，如是乃至三千威仪，八万微细，圣业遮业，色皆清净，身心寂灭，成阿罗汉。
我是如来众中纲纪，亲印我心，持戒修身，众推为上。佛问圆通，我已执身，身得自在。次第执心，心得通达，然后身心一切通离，思为第一，大目坚连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初于露黑食，逢遇幽流频罗、迦耶、那提、三迦叶波，宣说如来因缘心意，我顿发心，得大通达。如来为我袈裟着身，梳发自落，我游十方，得无挂碍，神通发明，推为无上，成阿罗汉，名为世尊。十方如来叹我神力，原名清净，自在无畏。佛问圆通，我已船湛，心光发宣，如情逐流，九成清盈，思为第一，乌初失魔，于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相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常先忆久远劫前，性多贪欲，有佛出世，名曰空王，说多淫人，乘猛火罪，教我遍观白骸四肢，诸冷圈气，神光内形，化多淫心成智慧火，从是诸佛皆呼召我，名为火头。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罗汉，心发大愿，诸佛成道。我为力士，亲服魔怨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谛观身心圈足，无碍流通，诸漏既消，生大宝严，登无上教，思为第一，持地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念往昔，普光如来出现于世，我为比丘，常于一切要路遵口，田地险隘，有不如法，防损车马，我皆平田，或作桥梁，或覆沙土，如是勤苦，经无量佛出现于世，或有众生于还跪处，要人擎物，我先为擎，知其所危，放物即行，不取其直，皮舍浮佛现在世时，世多饥荒，我为富人，无问远近，为取一钱，或有车牛备于泥溺，我有神力，为其推轮，拔其苦恼。是国大王言佛切斋，我于以时平地待佛，皮舍如来摩顶为我，当平心地，则世界地一切皆平。我即心开，见身微尘，宇宙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，微尘自性不相触摸，乃至刀兵亦无所足。我于法性五无生忍，成阿罗汉，回心今入菩萨位中，闻诸如来宣妙莲华佛之见地，我先证明而为上首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谛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，本如来藏，
虚妄法尘，尘消自缘，成无上道。思慧第一，月光童子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二白佛言：我忆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为水天，教诸菩萨收集水观，入三摩地，观于身众，水性无夺，初从剃陀，如是穷尽津液精血，大小便利，身众船服，水性一同，见水身众与世界，爱浮藏黄沙，诸香水海等无差别，我于是时初成此观，但见其水未得无身，当为比丘，失中安禅。我有弟子窥窗观室，唯见清水片在室中，了无所见，同自无知，取一瓦沥投于水内，激水作声，顾盼而去。我出定后，顿觉心痛，如舍利弗遭为害鬼。我自思为，今我已得阿罗汉道，久离病源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，将无退失。以是童子截来我前，说如上事，我则告言：汝更见水，可即开门入此水中，除去瓦砾。童子奉教后入定时，还复见水，瓦砾宛然，开门除出。我后出定，身质如初，逢无量佛，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，方得忘身，与十方界诸香水海，性合真空，无二无别。今于如来得同真名，遇菩萨会，佛问圆通，我以水性一味流通，得无生忍，圆满菩提。思慧第一，琉璃光法王子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二白佛言：我忆往昔经行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星，开示菩萨本觉妙明，观此世界及众生身，皆是妄缘风力所转。我于以时观界安立，观世动时，观身动止，观心动念，诸动无异，等无差别。我时觉了此群动性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十方微尘颠倒众生，同一虚妄。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，所有众生如一气中，处百蚊锐，周周乱鸣，于分寸中古法狂闹，奉佛未己，得无生忍。以时心开，乃见东方不动佛国，为法王子，是十方佛身心发光，洞彻无碍。佛问圆通：我已观察风力无依，五菩提心入三摩地，合十方佛全一妙心。思慧第一，虚空藏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二白佛言：我与如来定光佛所，得无边身，以时手执四大宝珠，
照明十方微尘佛刹，化成虚空，又于自心现大圆镜，内放十种微妙宝光，流贯十方尽虚空际，诸藏王刹来入镜内，摄入我身，身同虚空不相妨碍，身能擅入微尘国土，广行佛事，得大随顺，此大神力由我谛观四大无依，妄想生灭，虚空无二，佛国本同，于同法明，得无生忍。佛问圆通，我已观察虚空无边，入三摩地，妙力圆明，思为第一，弥勒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二百佛言：我忆往昔经微尘劫，有佛出世，明日月灯明，我从彼佛而得出家，心重世名，好游俗性，以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识定，入三摩地，历劫以来以此三昧事行沙佛，求世明心歇灭无有，自然登佛出现于世，我乃得成无上妙缘，悉心三昧，乃至尽空如来国土，正位有无，皆是我心变化所现。世尊，我了如是唯心识故，悉性流出无量如来，今得受记，赐宝佛处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谛观十方为识，悉心圆明，入圆成实，远离依他及片计执，得无生忍。思为第一，大势至法王子，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二百佛言：我忆往昔行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，譬如有人一尊为益，一人尊亡，如是二人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，二人相益，二益念心，如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于形影，不相乖异。十方如来连念众生，如母益子，若子徒世，虽益何谓？子若益母如母益时，母子力生不相为远。若众生心益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。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此则名若香光庄严。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。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思为第一。大佛顶首令严经卷五宗。